们跟镜头讲一下训练结束了要回家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别怕，插播，威哥刚回我线动态说问你有没有想他。啊？威哥。It's never enough when I think too loud, but I don't say sorry. But I'm always worried when I speak too much. I'm not proud to tell the story, but I did this morning. Wish I never told a lie to you. I don't try to be like others do. I have always been like you.现在早上第一个行程就是要送小孩去学校。那你哥每天早上都是用接小孩开启这一天吗？对啊，一到五这样。正常早上都是我送，下午有进球场训练就是老婆来接。我被移动。你会跟爸爸去打球吗？不会。爸爸也会带你去打球哦。不会。还是你不喜欢？晚上就会跟你说不喜欢，不会去。爸爸准备的，还是你都故意给我摇头？那你要不要跟我们拜拜？不要。不要吗？真的不要吗？那你找什么？拜拜。你们这样会想要生育吗？不要了，两个就够了。原本预计就是两个。第二胎没有期待是女儿，还是就也都可以这样？原本很期待啊，还没有在医生证明之前，非常的期待是女儿。对，以为会是。等他长大看到这影片怎么办？不会啦，你哥上辈子是和尚，所以没有情人，没有上辈子的情人。没有，原本就会期待啊，但是。医生之后就说好像不是，那就也不能怎么样，微微的失落也还好啦。现在接下来行程就是我自己训练的时间，重量训练，走吧。之前赛季结束了，休息一段时间之后，就开始慢慢维持训练，然后都是在这边嘛，因为离家近，太方便了。对，他之前都是跟训练师，就是都会一起训练，然后看一下我的状况，然后去做一些调整什么之类的。今天刚好就是。因为礼拜三正常来说就是会排的训练或者活动，就是完全是休息的时间，所以算是自主这样。对啊。那你有觉得哪一个学弟还不错吗？学弟啊？对啊，要点出一个真的不错的吗？直觉就会想讲他了。我觉得各有各的优点吧。如果说每一个项目都要很好的话，现在看应该是找不太到的。比如说进攻能力非常强，外线非常稳定，然后又会防守，然后在球场上他又能鼓舞大家什么的。现在应该好像没有吧，没办法，谁是成为谁的谁了。如果说以整体来说的话，其实说真的，现在刘根会是
目前算是国家队的，是未来可能的支柱啊，就可能会围绕着他。想的时候就突然就会被问到，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回答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回家准备吃饭，然后好好休息。走。我刚有一个高中同学回我动态说，杨敬敏，我小时候最喜欢台啤的就是他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水。确定哦，我们家没有饮料这种东西哦，我们家只有水。我们喝水。确定哦。锦哥现在要帮他们家的老大买麦当劳。对。老大不是大儿子哦。这个也太没说服力了吧？一直跟小孩说妈不准吃，你这样，然后自己一个奶茶在那边一杯这样。家里的定位吧。你有没有洗衣服？洗衣服有什么难的？难啊，其实就是很麻烦。不会啊，把它分类好就好了。还过来啊！回家喽。点心吃什么？不知道。很少来。这里面出出去，会不会有人愿意雇我去当保姆呢？看它有多高。爸爸不是说你要先洗澡？哦哦，你先去洗澡再来玩。高，快点！哇，你看，那什么？不知道。平常吃饭，常出现的菜色。不要乖，要预好的。哦，那你自己拌一拌。疫情嘛，那也不是只有台湾的人，全世界都一样。比较多时间可以陪家人。以后再挖白饭。
今天应该是大概这半年他吃饭最快。最快。其实是球员出身的嘛，所以你知道那个点沟通，我觉得多少一定，因为年纪真的差蛮大，好几个我们在打的时候还在喝奶，但在他们身上也看得到说以前的自己的样子，还会有点傲气啊或者什么，本来就会想走这一块。我觉得就像球员一样吧，就是你遇到问题、遇到困难，就是你只要。解决掉了，就会有那种感觉。你为什么要拉？你这是天性啊！喝多了就想脱衣服。找他的，我都在后面。哥哥，你慢慢分。哦。哎，他头发晒了，是这已经叫白了吗？还是你自己白的？这谁？太帅了吧！是像谁？像爸爸？你看。哦，很帅，好帅啊！又有一大张。意思是差不多够了哦。以上是我一天的行程，那跟你们说晚安喽，再见，拜拜。你到了某一个阶段，然后你看他有时候他默默一个人在那边，然后跟玩具讲，你就会觉得，那他要这样一辈子吗？之后我们两个老了，他是一个人面对两个，我很想哭啊，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你说如果有兄弟姐妹，他们还可以说，我现在是想的比较。远一点，就是至少我们还可以讨论说，哎，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轮流？比方说照顾爸爸妈妈，我们可以怎么样？而不是他自己去面对，说我该跟谁讲？然后他的不管是表还是他们都是太远了，就是那种不是从小是一起，可能就是长大或一起长大。对，像我小时候就是我们是眷村小孩嘛，所以。
那个我跟我堂姐他们，我就是一起长大，所以我跟他是可以聊一些事情的，聊家里的事或是什么，可以需求，比方说需要救援，我是可以跟他诉说的，对。但是因为他要跟谁救援，对不对？如果他只有一个人的话，我觉得。对他来说好像有点太重也太不公平。我第一次拍这个拍到很想哭。对，所以打击碎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。如果是我，我第一次吓到，我就不敢第二次了。对，但是你就会想说，算了，妈妈就哎，妈咪，冷，不，你先帮我推，你先帮我压。今天影片可以留很久，然后以后给他们两个看。可可在看什么？对，但是其实我对第一个，第一个生产，我真的有点，我有一点惧怕。倒是我那时候第一次生，然后不懂，你什么都不懂，然后麻药下去还没有生产，然后我就跟护士说，我觉得我快呼吸不过来，他就说你再忍耐一下，我说可是我觉得我快死了，真的是快死了，他就说你再忍耐一下，因为很快出来。后来会知道有这状况，是因为他们太大，压到你的他们压到你这边，然后又加上麻药下去，所以你才会觉得你快喘不过来。然后你知道我那时候的念头是，我该不会生个小孩，然后就挂在这台面上？有可能就是我跟你说真的，包布还是包纸的这种状况，就真的上真的，我觉得我已经就是接近休克，就是你吸不到任何一口气。你知道吗？我已经开始在想任何事情怎么办。我如果等一下吸不到那口气，我怎么办？对，就是那个阴影很深，然后再要知道，就是还是得生老二嘛。然后，但是那时候孕程，我就一直跟医生说，我觉得我有那状况，我要怎么可以排除？对，然后但是第二个麻醉师他就比较好，我就跟他说，哎，我觉得我之前有那个快吸不到话，他就说没关系，我可以帮你压一下。那个是因为怎么样？对，所以是因为他们两个太大了吗？对，他说因为你们的宝宝比较大，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。他就说，所以他帮我压下去一点，然后让我比较可以喘气，因为他们可能已经有顶到，可能不知道是肺还是什么之类的。对，但是生完你以为就是哦生完，但是还是一样又要再打，然后恢复期又更长。对，因为毕竟你是又是剖腹，剖腹本来就比较伤身体。对啊。然后你又再打脊椎，然后你打脊椎又是打，等于是打两次脊椎，是不是很可怕？所以想清楚，绝对不生，全死，我不生，直接全死，我又听到我都觉得痛了，还自己生，对啊，但是，但是你看他们就是很可爱，就是又会觉得 OK 了啦，好了啦，可以达成一个人生生涯目标之一吧。有，天明哥家吃饭，天明哥家吃饭，真的假的？我想。几岁啊？我也是从国小开始看啊，家长你怎么没有问我？太阴的时候，敏哥太阴的时候就看，头发很长。国小你们国小？对啊，头发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我国小五年级第四集，六年级的时候看。我有印象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没说，就是看的时候，我说你会去看比赛。我小时候所以还蛮大的。国小你们看很久，第四季的时候最多人啊，所以我们那时候最疯啊，放学都可以去看。对啊，五六国一国二国三开营的时候，对啊，开营的时候敏哥留什么头发？对啊，敏哥转去打台啤的时候就蛮惊讶，好可怕哦，这些跟吴永仁他们同年轻人啊，对，差异。十岁，我们看什么篮球啊？哪看得懂啊？看得懂，太可怕了吧！
通常我们都在看卡通啊，是吗？卡通之余也可以看比赛啊，不同点的。